我看了没看群里面，很少看群里，都没时间看。阿豆干嘛？阿豆，哦，不理不理不理。他打你自己打屁的吧，阿豆。哪里啊？我打的话会怪的吗？啊，我一会儿呢。你说的呀，什么都不米改了呀，没有鸡啦，啊，没有鸡啦，什么没有鸡了？眼泪难你眼，小巴的身体健康。欢迎曹子哥，你来拿下，我拿下那个，摔下去。你说呀。Hello。离开女人，钱包也鼓了，身体也健康了。你的水呢？嗯，回去，嗯。水呀、啊，喝了。水喝了呀。啥时候喝的？喝了。我怎么没看到你喝水？手机没电了，手机没电了，出去充电。就在上面停下哟、哦。嗯。都没有。嗯。去哪了？我没得盖了。我没得盖了。走。我没。走了。到哪了？嗯。我没得盖了。什么奥秘的改了呀？什么叫奥秘的改了？我学了这个中文。这机器人今天好奇怪哈、啊。没看啥。什么？去呀、啊！海哥们，海哥，阿文晒得木气，阿叻妈妈啥看？好在的，靠在奶奶呢。
再不能抽了。大哥，坐在那个田里面了。上次我们去买鱼了，还，就在那里。路太烂了，我这个现在播的是我手机，会很抖的哟，大哥们。开慢一点，我要公公。哎呦，对不起。把灯泡砸到小羊头了。走，没事。说啥呀？没有跟他们说话。别了你，啊？刹车是吧？刹车。你搞刹车。先拿出来。先拿出来。哎呀，到这了。晚上打针，不打呀？谁说我们晚上打针？你从来都不打针。打针是什么呀？又没生病，打什么针？啊？我们不打针的。那个充电的来了，先我的那。
这个不是吗？这个可以送啊，一样的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没事。看你们睡的房间，房间啥都没有，房间。我看一下，看得到房间吗？桌子在。房间其实啥都没有，里面。房间里面就一张床，房间里面就一张床。你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充电器充呢？手机会坏呀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不懂了。哎呀，感觉卡了。那你就不懂了，那你是真不懂。什么？为啥？身体性挺强的，没办法呀，不想回去，只能在这边睡。床也不结实。你床睡还差不多了。床晚上老是响，咯叽咯叽的响，你们懂吧？你们懂那个咯叽咯叽的响的是什么感觉？你说用力用大了，那响的声音太响；用力用小了，又感觉不过瘾。昨天又开始跳舞了，没看到啊，昨天好像没看到吧。今天有领导找我谈话。我去，乔治哥头上还有领导啊，我以为乔治哥就是最大的领导。就是放不开呀，不是刚才说了吗？放不开，那床老响，床老是响啊，不结实。你看我比你高。你站凳子上也没有，你还把脚颠着，我操！还站在凳子上，他还把脚颠着。哪里？坐这可。你看哪里啊？这人。还不本身高兴。曹志哥是开公司的。啊。我哪知道？毛主席考了呀！在，我爸有给你。我可以考不能力。哎，你干嘛不要？啊？你干嘛不呢？我勉强听懂。那我也给考了。人家多几天，那给考了，把大赛考完嘛，不给了。你记得吗？没女了。错嘛嘞，也不考女。
把这个。哎呀，叫哥！快点走！欢迎大哥们来直播间。你要毛病多，我直接不得炸了嘛！你走的嘛不多哎。姐们啊，姐，哦，我那么黑他个，是啊，他个个，哈？你们也是呀，你叫他都来了。我爸说，爸说也没办法呀，没啥吃。欢迎大哥们，两个。两个，你走呀？又去哪里了？还等着吗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老子两个是两个。欢迎众长哥，你去哪里啊？对，上交吧。行，欢迎回西哥，欢迎 Hello 哥哥，反正咱们姐弟姐天天卖油年轻。我都没见了，我都你不也要见你？没什么菜了，这里，它里面没吃，它直接出来了。老丈人喜欢这么吃，他喜欢水果拌饭，有时候木瓜、青椒那个香蕉也可以拌饭，香蕉拌饭，芒果也可以。上招。哦，香蕉和米饭泡冷水。他中午不吃了再回来。嗯，对，我不吃了再回来。嗯，凉水炸饭。刚刚太像你爸了，都是我爸呀，都是我爸这个。
走吧。你问我是谁呀、啊？中了，猜中了，咋地没什么。平时这在这边的话，咋地的话，我也很少在这边的。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了，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了。我平时在田里。只有晚上回来这边睡了。菜里面种了很多呀，不知道啊，如果知道的话弄回来了。这还拿礼物啊，我开始走。啊！你抓啥拿的？你怎么的？我哥他们哥早去了，他们哥早了去那边睡了，还在这里。这两个小孩的就给我爸我妈了。一个跟着我爸，一个跟着我妈，他们两个都没在家。最近他们要么就是去山上割草，然后割别人的嘛，他就去那边睡了。然后最近他们天天跑去我嫂子他爸妈那边去帮忙干活。阿妈，要往哪部门哪个？往哪部门哪个？啊，我爸搞香蕉下白米饭。冰箱里面没有什么菜，他这个不会炒啊，会搞啊，没有什么菜。没办法啊，这边所以是要去山上睡呀、啊、爬上去了去那边休息那边睡了，然后早上去割了再回来呀、啊、不然他爬上爬下的话扛不住的。哪有花生米啊？哈哈，我爸很少喝酒的，以前很喜欢喝，现在不喝了。我们还没搬过来，搬过来会在那边睡的，不会回来在这边。还没搬过来，嗯，差不多这个月完了之后搬过来了，东西全部都弄过来这边，就去在那边睡了。欢迎大哥们来直播间。哎呀，我站得好高啊！
跳舞了？没有了。有什么刺激的？没有，杀不了的，只要住着，只要带着住的话，都是一样的。说是家里用的水还不是山上来的水，阻止那条河了，阻止我们吃里面用的那条河，家里用的水。不是的吧？是啊。家里水不是那边吗？阻止这条河，那边的河就是这条河。感谢用户哥的关注。我们家里用的水，这个也是山上流下来的，就是我们里面用的，也是一条河。啊？那你们喜欢在河里拉野屎？把鼻子什么？把鼻子捂住，把鼻子堵上。应该没事，没有。因为河里你们那在拉野屎。河里面我们又不去。你上游在拉屎，下面下游就在河了。哪里？嗯。瞎说。水村长在我们挖个卫生间啊？为啥挖卫生间？人家都没拉进去了，还走我们去拉？哎呀，村长叫我们挖个卫生间。卫生间。欢迎人生哥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不要拉进去那里面了，他意思是。啊啊。哈哈哈哈哈。那里那里。哪臭啊，这个水你去闻一下臭不臭。去去臭。嗯，臭。你天天洗脸还臭，然后还放在嘴巴里面。哈哈，东西直接扎大了。为啥呀？一洗个。我们上次也睡过一次呀，我们睡过的，在那边。赶紧买点什么？西地拉菲，拉菲是什么？不能下，不能下地。来呀，继续啊！啊，来过吗？啊？来什么呀？你估计第一个了，他也不说什么那个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。原来他这个都淹死了呀。我去，瞧这个记得这么清楚。对呀、啊。行了。牛批。我去那个叫，我去跳牙齿。怎样给你跳？嗯。啊，等等，好放啊。嗯。我去上个厕所，我要上大号。你怎么又上厕所？哎呀，我的刚才上厕所，我就要大号。两个快点，两个，你，快点啊，快点，哎呀，快点，过来，哎呀，过来。哎呀，我憋不住了，快帮我呀！我要到
到90岁的话，我估计应该不到90岁就没了，就没那个方面的欲望了。上过厕所，你那个手机。七十多啊。啊。你要上个厕所，你。吃那个牛肉卡牙齿。说了多少点呢？20。等一下，我拿个灯。看一下老挝的农村，老挝的农村晚上是黑灯瞎火的，外面没啥好玩的，黑灯瞎火也没有电。他们晚上应该不回来吧？听他意思说是在割胶。哦，这好像是那几个苗族的。奇瑞 QQ 这个应该是国内搞过来的，奇瑞 QQ。嗯，还在卖彩票。这里待了这么久，主要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，所以在这边还感觉挺好玩的。
在谈恋爱，这一对在谈恋爱。好娘啊，好妹。好妹，啊，好妹。好妹。好妹。啊。这还是那几那天跳舞的吧？跳舞的几个。好开朗啊，我都还没说话呢，可惜听不懂，听不懂他说的啥，听不懂他说的啥，稍微看一下。哎呀，我去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我不懂老挝话呀，不知道咋问。嗯，他们在研究跳舞呢，在这边研究跳舞。哎呦，过我来也得习惯，人家放红了哎，两个这么多。这个是他们男朋友吗？我看看这个妹子是谁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我这个闪光灯太亮了，开的闪光灯太亮了。哎呦，干嘛要走啊？别跑啊！我不。他们出来玩也不带个灯，手机上闪光灯也不带一个，黑黢麻黢的。走了，瞄住了，瞄住了，这几个瞄住了，这边还躲了一个，那边有一个，那个长得还可以的。不怕不怕，黑的好办事。他们喜欢在黑的地方谈恋爱，就是聊天。我看他们好的就是坐着聊天说话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早上手了，我就是等着那个天黑的那个机会。
塞巴迪，塞巴迪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嘿，别跑！最近怎么不跳舞了？最近怎么不跳舞了？他不理我，不理我。这边下面在干嘛？哦，下面在吃饭，在聚会。这是这个应该是苗族的。